非常欢迎 AIT 立处长到我们高雄，那等一下会有一个类似的聚会，但是尊重我们 AIT 的处长，所以我暂时不透露。我们现在没有预设任何的话题，只是知道李英杰处长到高雄来，然后大家有一个见面的机会。我想透过一些交谈，自然而然会知道主要谈的一些问题是什么。目前还没有预设任何要谈的主题。